向雨秋，我喜欢你。到底在说什么呢？哦，不是不是，我知道了，以后不许这么开玩笑啊！就算要练习表白，你也得找对人啊，不许再开这种玩笑。我没有练习，我也没有跟你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，我喜欢你，向雨秋。不是妹妹对哥哥那种喜欢，是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你把脚摔坏了，脑子也不好使了。一会儿我给佩斯里打电话，让他送你回家。你心里只有他了是吗？是不是也喜欢他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我喜欢你是这么让你难以接受的事情吗？你怎么也开始胡言乱语了？我摔坏的是腿，不是脑子。可是我从来也没想过我们会。我知道我没有蒋佩珊优秀，也没有她成熟有魅力。这和优不优秀没有关系。林欣，我一直都把你当做妹妹看待。对于我来讲，对你的陪伴是一种责任。你现在还小，你不懂什么是爱情。我已经不小了，我已经快二十了。可这不一样。也许你把我对你的陪伴当作是一种错觉。可这不是爱情啊！哪怕你把我当成罗婷姐替代品，也不可能。你别胡闹了，可以吗？我看着你从小长大的，这十年当中，我比你经历的太多了。你为什么不能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？你要相信，将来的某一天，一定会有一个比我更适合的人站在你面前的。此刻只想在你的身。让胸口温暖着你的脸，把从前聊了一遍，把一生放在你面前。哦哦，我不明白，我就是不明白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